根本就不会传啊。被下班了无啦？今晚几点啊？哎呦，恭喜啊！被下班了，被来等的啊？十点。别帮我耍。请问今晚几点啊？九点四十啊。九点十点，搁几条？好啦，茉莉花，好，再来一条，好不好？我等下等你啊。哎，要坐回轮机啦。哈哈，搁一条还是两条？啊，无破啊，啥无安破啊？不够大声，不够大声。好啦好啦，两条啦，送给大家好不好？最后两条啊，唔通过安口啊！最后几条，我阿妈点歌，迄茉莉花吼，最后几条吼、哦、啊，再来几条，我再来几条，啥物的？今日阿伯演奏啥物的？啊，是要圆舞曲迄种版本的，好不好？变变老人的秋风，啊是要啥物？赶快哦，现在点菜哦。好啦，不然老人的秋风再来一首啦，好不好？尖叫声都不够，掌声也不够，掌声鼓励老人的秋风。
崔姐，问个串姐。你们没有看过可以一边吹还可以一边跳起来的，还可以一边按个掌门，还可以一边主持。哎呦呀！终于来到了我最期待的最后一首歌了。这首歌呢也是很有难度哈，我先喘了一下哈，让这个气比较顺一点。但是这首歌呢，需要用到非常多的气跟张力哈，来表演最后一首歌。那这首歌呢，就送给我的阿嬷。好，我安平呢最照顾我的阿嬷哦，她都怎样嘞？小野子，我给你炸香米架来，好你讲。哇，所以呢，有时候呢，看我变胖就是怎么样，我阿嬷害的。好，那因为呢，那时候音乐会哈，其实我们在吹奏都要跑步，好，所以呢，其实没有那么喘，因为我们平常会训练这个肺活量。好，那我记得我音乐会的时候呢，连跑三周。每天呐，啊，或者是呢，我如果有去练球，我篮球队的哈，所以有去练球，隔天我就是跑步啊，至少3-5公里，然后呢再控制饮食哈，就是为了呢可以在大型音乐会吹得好。所以有些细小的事情呢，其实大家不知道，所以呢办一场大型的演奏会其实是非常的累。那我最后呢也要来推销一下，虽然我今天只有各带五份，是我的第一份呢签名的首张。推出的 USB 专辑，因为现在很少人在听 CD， 那我想不到什么方案，有些人都用手机，那我就想啊，不然我干脆呢去买 USB， 拿了这个 USB， 我买一个呢大概60块，一个哦，60块，大概是有多少 GB 我忘了，然后就给他灌了15首歌，那背面呢你拆开有我呢。录制至少半年哦，在录音室录制3把乐器呢都可以听得到哦，它有3把的声音啊。如果平常我在开车哦，像我开那种烂车就不说了哦，那个没有冷气也没办法放歌。如果你们开的车子是可能插 USB 的，可以支持我一下哈。剩下呢大概10份，好，因为我制作没有很多份，那我今天大概带个5份过来而已。那还有零钱包哦，最后推广一下。好，这是我自己设计然后做的，这是我的团衣，有没有人穿我的团衣过来的？来，茱莉亚，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？茱莉亚，你就来这边，让大家看一下啊。其实跟我的钱包的设计是一样啊，正面呢，这就象征呢我们乐团刚要升起的太阳。那后面是我吹萨斯风这个姿势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你要看一下它的背面有没有帅，帅的再掌声一下。好，安妮。然后那个摄影师帮我拍下来哈，就做了这个零钱包啊。那今天呢带了5份，那好像有2-3位朋友已经有预定，因为呢想说今天呢天气不好啊，那我总共大概剩下10份哦，所以呢如果大家有兴趣的可以来购买签名，或是呢想要加入我们音乐，什么叫加入我们音乐？你可以追踪我的 Facebook 的粉丝团，甚至 YouTube 哈，我都会有直播，甚至一些录音室那种。类似 MV 的影片，我每周都会录制这个新歌啊，这都是免费的啊，大概有快要3000人，希望可以破3000，所以希望大家呢加入一下，这都是免费，你只要动个手机呢就可以实质的行动来支持我啊，不管有些朋友是给予鼓励也好哦，那这边呢我像是跟别的街头艺人一样，我们都在这边付出，真的是付出心血啊，怎么说付出心血？我要练很久，然后呢下午呢还要。开一整车载着他们两个来这边呢吹奏给大家听，虽然这是没有钱的，但是呢我也不会去觉得说啊这个要赚钱要怎么样，因为在这边推广其实赚不到钱，但是在这边对我的效益其实是最大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可以练习到一些舞台演奏的经验，包括很多人在这边看到我的演奏，非常多人而邀请我去商演甚至婚礼，这才是我主要赚钱的地方，以及教学哈，所以现在呢也比较多学生哦，能够负担自己的学费及生活费。那这边呢就是让大家偶尔鼓励，那也维持，像我这些东西都跟老师借的，还有车子哦，那车子有时候加油什么，我要把它开去加吼，嘿加油嘿什么柴油哎，哦几盖爱几千五哎，哦你们的车子我不知道加多少了哈，但是呢这车子差1500才一点点。那个油表我永远不会看它是满的，或是超过一半啊，我都只敢加1000、1500啊，因为呢车已经老了，要不20-30年了。然后呢，老师说要准备要换掉，看有没有机会啊，存一点钱再跟他一起呢换一个小货车啊，不然呢差不多要去了啊，差不多要去了，刚加入，有没法都花啦，嘿嘿艺术啊，
啊、哦，因为我这边都要那个这样开开开开哈、哦。好，不要讲太多，最后就是少少的这个跟大家。